你好，我是 Simon， 我是选举政策及法规首席顾问，我效力于维州选举委员会，我在自己的社区教大家怎样登记做选民，同埋怎样在维州选举投票。维州州立选举会在11月举行，只是澳洲公民才可以在州立选举投票，如果你已经登记了做选民，就一定要投票。哪个才可以登记做选民在州立选举投票呢？所有年满18岁及以上的澳洲公民，如果你还未登记的话，就要登记了。如果你已经登记了做选民，但最近你改了你的名字或者地址，而你还未更新你的个人资料的话，你就需要更新。你必须要在2022年11月8日星期二夜晚8点之前，向维州选举委员会更新你的个人资料。你可以上网或者填写书面表格去更新你的个人资料。我们在网上有提供20种语言的选民登记表格，如果你有任何疑问或者希望拿到支援，你可以致电9209-0101索取我们的全译员服务，或者浏览我们的网站 bec.vic.gov.au， 接着按下去全译员的标志那里。